对，就是拿着扇子啊，啪打开，把门打开，对，然后三四，就把这个扇子这样抡一圈，对，五的时候直接把脚往后面转一圈，五，扇子就立在这儿，然后咔咔打一下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伸手做一个抡，咚咚咚，咚，把它收起来，比如说扇子不是打开了吗？咚咚咚，咔，最后一下收起来，指那边，然后第二步，这是 death grip 我们的部分。最后一段副歌就是那个快乐的地方，这它副歌的话 ，B N R N 三 N 四五六七八九个，一二，然后三个往上，三四也是一排，五六七 and 八，转八个，蹦蹦 ，B N 二 N 对。噔噔噔，对，哒哒，然后擦擦擦，就直接转了。and 就上一、二、and 三、五、擦擦擦，放二个。那最后一个一个 pose， 就手啊，这种对，来接。你的雪花藏着我，你就风风中生开个高速船缆车，我就穿成上一个人，总是有精彩寒冷印度闯着难关，古来征战中华独树一番。啊，对对对，呼声可畏，那就被快走入风声。他从万里挑一，证明天生我才。不管怎破摔的，只能在背地默哀。一夫当关，必须万夫莫开。缺陷这块宝地，等你脱胎换骨，放马过来。不背男儿，铁骨铮铮，每一步的泥泞执念落地生根。不被定义，呼呼生风。呼声可畏，那就别怪走入风声。热血传承少年人，总是有惊涛骇浪，一路独闯这难关，苦爱征战，中华独树一番。真的，你已经录制了几期王牌，印象最深的片段是哪一个？印象最深的片段应该是，翻跟头那个。哦！最近刷的哪个短视频让你觉得很搞笑？一些鬼畜视频吗？鬼畜视频。对。自己的哪个舞台表演看次数最多？自己最满意？哪
花草。你平时和团员最常玩的游戏有哪些？这个。这是什么游戏？就是存子弹、打枪那个游戏。挑战关键词。好。第一个游戏是唱出歌曲中带有夸赞别人的歌。夸赞。One, you're like a dream come true。这是刚刚你唱的吧？对。还有，姐姐你真漂亮，姐姐真漂亮，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。太简单了。渐渐我也难造成粉红的心软绵绵，欢喜的眼之间的试探尤为明显，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，天天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起。 OK。 第三个形容天气的歌。太阳天或下雨天。还有雪一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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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天气的歌还有一场大阳春意迎来诗人之笔，老乡和风朦胧细雨滴滴滴，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。接下来的游戏是眼力大考验。我经常看这个的直播。找不同，我已经找到了。妈呀，我都不认识这个字了。兔子，这么了？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，我怎么眼睛这么好？找出爱心。哇！哎，找到了。Sorry。找出五个不同的地方。这里。这里，这里。下面这个我怎么感觉帅一点？你给圈起来吧。哎，这里。有点难找啊。三。啊。二。哎呀，看到了。没了。接下来的游戏是表情模仿大考验，主要是考验小宋的反应力。OK。在十秒内，小宋根据给出的图片，用卡通魔方积木拼出表情，并模仿出来。拼魔方啊？自己觉得自己的反应力怎么样？加色搜索。我应该怎么拼？这样吗？哎，我找不到。OK。第二个。It's unbelievable。OK。 OK。
就第一个星星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地包天。It's unbelievable。OK。本来游戏是给出三个关键词，用这三个关键词造句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。宋亚轩的鼠标会魔法。榴莲俯卧撑肚子，榴莲做俯卧撑刺着肚子了。榴莲可以吧？是你人化榴莲。凌晨我塞牙了，但是我做了红番。梧桐烫头跳广场舞，很有逻辑。是什么？时代少年团团员因为搞怪被罚了蛙跳。